大家好，因为我们要准备直播的关系，所以趁这个一分钟，先问大家有没有去过巴尔干半岛。是因为南斯拉夫的关系。好，然后那一定 OK 吗？好，好，因为怕太干，所以我做了很多影片。等一下哦，我先放一支影片好。这个是哦，因为用免费软体做，所以压那个 logo。这是我在那边四十几天，然后搭公车、搭火车，走了七个国家的照片，然后透过这个方式跟大家进入一下现场。就是刚刚有朋友提到说，那边的大众交通其实很不发达，但是我到实际去了的状况，觉得还可以。只是事前就是会很紧张，如果错过你这一天就没有地方住，可能就是会很差。然后也是因为一个人嘛，所以就比较觉得没有办法开车，所以就搭大众交通。所以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个国家匈牙利了，刚刚都没有讲到这是哪几个国家，等一下可以再很快的看一次。这是布达佩斯。我是姓柔，然后去年会去巴尔干半岛，是因为海外义友的关系。海外义友是国议会的专案，它已经第五届了，然后有点介于像是云门的那个壮游的那个计划跟，但你同时要回台湾报告，就是艺文观察，所以它一切限制就是你是艺术工作者，三十五岁以下，而且你的计划要超过一个月，所以我在想。就去年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我要申请，我要去一个月，那我要去哪里？那因为我之前在数位书中心，还有国美馆有短暂，国美馆比较短，大概十个月的工作的经验，然后我发现台湾的艺术机构很少有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英国等等之外的国家。那欧洲因为这几年，难民的问题，还有整个欧盟财务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这些国家变得很积极。我不知道，就是我自己的想象，非常积极想要跟台湾合作。可是通常合作的结果就是台湾要去写补助案，这样就很不愉快，就是不是一个很正向、很好的合作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些国家跟我们往来到底实际的情况，欧洲整个情况是什么？所以我就想到巴尔干半岛。那当然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前年补助是去年投的，前年就是知道熊瑞门瑞他会在科索沃策划第一届的当代艺术双年展，所以我就有几个最基本的国家，第一个是科索沃，第二个是克罗埃西亚，原因只是因为朋友去过说那边很美这样，然后也不远，也在巴尔干，然后另外一个是斯洛维尼亚。原因是因为它是我搜寻 contemporary art 或是 biennial 跟Balkan country 最常跑出来的国家。那事实上它也是最多当代艺术机构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到时候发现的。好，大概前情提要。然后等一下，因为昨天之所以会贴上这么多参考资料，是因为每一个国家它的历史是相当独立的，其实因为不能用南斯拉夫这样子的
历史去套在每一个国家，所以等一下大概分两个部分去谈，一个部分就是左边就是我看到我去了哪边啊，然后吃了什么东西，然后想看到什么，然后第二部分就是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可能有点凌乱，那还请大家见谅，因为就还蛮怎么讲，每个地方停留的时间不同，刚刚提到三个国家，克罗埃西亚、斯洛文尼亚跟科索沃大概是一个礼拜，然后其他国家跟城市两到三天这样子，很短的，有点走马看花。好，然后为什么是去年？为什么是巴尔干？刚刚有提到的嘛。然后那我去的期待到底是什么呢？就去看看，因为第一次去，然后在这之前其实没有认识的人在那边，所以真的是情况也都不知道，就是可能身边的朋友是去过荷兰念过书啊，去过在英国做过策展人啊这类的朋友，可是巴尔干就真的是零。所以在写计划的时候，当然就是有先联系一些机构，包含刚刚提到的 Autostrada， 就是第一届的巴尔干当代艺术双年展。图面上是我去的国家，编号1跟2是左上嘛，一克罗埃西亚，二斯洛文尼亚，然后三就是中间的科索沃。所以刚刚那个交通的那个影片有一段就是从斯洛文尼亚直接飞到科索沃，然后再往下的马其顿，就是 Skopje 首都，然后再往右是保加利亚首都 Sofia， 然后从这之后就坐火车，因为我买的是 Europass， 再往上罗马尼亚的 Bucharest 首都，然后编号7是 CB5， 是算是一个很小的古老的城市，然后8是 Clash， 就比较多年轻人啊大学城这样子的城市，再来是匈牙利的 Debrecen 跟 Budapest。 好，我先简单带几张表格，但是这些资料其实昨天都贴在网络上，就是说到底南斯拉夫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他在91年的时候是画面上 这几个现在有的国家通通被包成一块，所以包含斯洛文尼亚、克罗埃西亚、波士尼亚、还有塞尔维亚、蒙特内哥罗跟马其顿这些。然后到了08年变成这些国家。好，这是91年的统计表，大家有个概念就好，就是编号一有没有，其实南斯拉夫的族群里面塞尔维亚这个种族是占最多数，右侧的 35%， 第二个是克罗埃西亚。然后我蛮意外发现，就是我们不会把匈牙利当作巴尔干人嘛，但是其实匈牙利人他是在南斯拉夫的族群之一，占了 1.7%。 对，就是奥匈帝国曾经囊括了克罗埃西亚，还有右边的罗马尼亚，所以其实现在还是有一些就是奥匈帝国解体之后，可是他们曾经是当时候的国族的，却在不同同一个家庭不同国家的问题。好，在主要是看第一个跟第二栏位，就是我们都会想说，就很常有人跟我说那边不是还在战乱吗，或是说他们整个90年代都是战争的时间，可是实际上比较清楚的说，那个时间点其实90年代初91、92年，克罗埃西亚就是左上，斯洛文尼亚左上，还有波士尼亚左侧，还有马其顿就是希腊上方那个，他们分别在91、92年独立，然后科索沃是最晚的，是2008，那他是
单方宣称独立，而且有北约去介入的一个独立的状态。但是，1992年那一个他们的战争的那个情况没有科索沃的惨烈，相对来说他们的经济状况也没有科索沃这么的困难。好，在倒数第二张图，这个是1991年的时候。主要我会想要放这张图，也是承接了上一张，就是说可以发现克罗埃西亚跟科索沃他们相较于塞尔维亚的种族，就是比较主要的族群都是科索沃是阿尔巴尼亚人嘛，79%就是蓝色那一块，那克罗埃西亚一样是高达74.6%，但是我们现在或是90年代的时候，很少看到克罗埃西亚被打压，或是他们有一些贫穷问题，或是单方宣称独立，但是各国却不承认的问题。这样，好，另外一个是一个简表，对，就是这个表格，给大家大概一个概念，就是说。比较高的那一边呢、啊，斯洛文尼亚、克罗埃西亚，他们虽然都是南斯拉夫国里面，后续90年代初独立出来，但是他们，地位竟然是比较高的，所以可以联想的起来说，为什么他们没有那个我们印象中科索沃被打压的这样子的严重的问题这个状况。然后另外一个部分供大家参考，就是说。南斯拉夫官方语言其中之一支是克罗埃西亚跟塞尔维亚语，所以科索沃其实南方的阿尔巴尼亚语，所以就语言上面来说，整个南斯拉夫的官方语言曾经是包含克罗埃西亚的，那他们的地位从这张表格看到也是比较高。好，就是大概历史这样子带过一下，接下来讲一下在那边的交通。第一个部分是 Visa 嘛，就是去科索沃跟罗马尼亚的状况。然后刚刚影片里面有看到那个搭火车的记录，还有搭巴士，还有最后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小小的惊险，就是布达佩斯到扎格勒克罗埃西亚首都的一个状况。其实去科索沃并不困难，就是你要在旅程可能一两周前吧，至少我应该是一个月，写一封信到他们的外交部，就说你是搭什么航班啊，你是什么时候起飞，什么时候离开，那你的姓名。所以我就后来就收到这封信，就是 You may continue your journey to Kosovo， 就是你欢迎你来。所以其实一切都很简单。也没有多问什么，对啊，对，写 email 过去就可以。然后罗马尼亚这个空白呢，就是小插曲，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搭火车进出罗马尼亚，然后那个流程就是这样，火车，比如说台北是一个国好了，我进入板桥在那边就停了可能15分钟左右，那一个是。台北市，前一个国家的海关先来把你的护照抽走，盖出境章，然后下一个国家的海关又突然就是接续的出现，然后问你说，你为什么会来？你是做什么的？然后就盖入境章，这样每一个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不管你搭火车或火车或公车，罗马尼亚就他竟然就是他也像一样的流程。但是我收到入境的时候收回的护照入境章是盖在一张我的各自的纸上面，就是等于说他把我护照收走之后，可能就是马上去 key 一张我的姓名啊、护照资料等等的，然后盖章。然后当我要离境要进入匈牙利的时候，我没有收到那张纸，就等于那张纸就没有，所以我不知道，就反正我那本护照就没有。罗马尼亚出入境的记录，这让我很困惑，为什么罗马尼亚这样，就有点不爽。对，那张纸就收回去。
那我相，但我相信那个晶片上面应该是有出入境记录啊，这就是一个小发现。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探究这其中的理由。也会 low in， 嗯，对啊。然后对啊，有些这就是罗马尼亚给我的不好印象之一。为什么不盖章？好，然后去欧洲的行动都是透过火车嘛。刚刚的照片有看到，我是买四国的 pass， 我选了这个画面上几个国家，左上就是克罗埃西亚、斯洛文尼亚，然后往右是匈牙利，然后罗马尼亚跟保加利亚。方法其实很弹性，就是你写上你当天出发，因为这是两个月的期限嘛。你当天就是我第一天是10月24号，所以10月24号出发的那个火车站就会帮我写上期限12月23号。那下方的那个123的表格，就是每一次搭车都要写上，然后当天你不管坐几次，那张票都有效。但是遗憾的就是说，你基本上每天就只有一班车可以搭。就是不像台北，比如说台北到台中每天有 N 班车这样，那你台北到台中，你就只有那一天可以一个班次可以搭，而且你错过了就没有。好，然后这个照片就是它很妙，就是说虽然你可以搭很多次，但是它会要求你要划位，所以这个划位的票一张也要9欧，所以有些就是变相加价，你台北到台中可能你已经买了那个 pass， 可是你要买了两次的转，就是转车转一次，所以是两段票，所以你又花了18欧去划位。但后来发现有些车子根本就不用划位也没关系，就我们很诚实。好，然后这个是那个巴士，就是我在科索沃搭的巴士的状况。好，因为有些人就后来有朋友比较晚到，我们再稍微再看一次，反正很快。好，好，等一下哦。对，我就边放影片边说小故事，就是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我，这边有那个出发的时间嘛，不是都会写在这边。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怎么没有我要出发那个时间的车次的？就比如说我在大厅看到一点发车，然后我就在这边找，因为有好几个月台嘛，我就想说到底是不是这个月台，然后一点发车，结果没有一点发车的车，完全没有。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我要错过这班车了吗？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到处去问啊，后来问了站务人员，说是不是去卢比安娜是一点发车，他就说没错啊，就是每天都会这样。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看不到？那到底一点会不会出现这样？所以我就去问了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就是克罗埃西亚的女生，很漂亮的，就问她说怎么办，什么意思？然后她就说不对，这个是离开的啊，所以她当然会写，比如说1:03离开，所以这一面是离开，但她的背面就是一点，对，就是会很，身为旅客会非常紧张的一个资讯不清楚的状况。然后这是科索沃的领取旅馆的领取行李的，然后这是从Pristina， 就是科索沃首都，前往 Prizren 南方的小镇。然后这个就是到处其实都看得到阿尔巴尼亚旗，就科索沃的状况就是他们的种族大多都是阿尔巴尼亚，所以他们既有科索沃旗也有阿尔巴尼亚旗，但阿尔巴尼亚旗更常见。然后我会拍照，就是怎么讲？其实这个拍照有两个动机，一个是觉得想要做纪念，另外一个是觉得说，如果怎么样了，可以记得，可以向大家通报这样。然后这个就是排关嘛，我在公车上排的，我在公车上往外排，也就是我现在要从科索沃进入马其顿，
这就是马其顿的海关，所以应该意思就是说行人是走这一条啊。我在公车上就拍到这个。然后等一下我会带到马其顿有非常严重的空污问题，全欧洲最严重，所以这个刚刚上一张跟这一张就是在公车上面看到的，很可怕。然后到保加利亚就烂天，是罗马尼亚，他们很喜欢写数独，所以很多老人家都在车上写数独 ，school， 花时间的。我把配置，这个等下说。好，然后一样是旅行的小小惊险的分享，就是上方，上方这个啊，就是 Budapest Kaliti， 它是一个车站名字，然后市中心，我是在那边下车，而且我住在那附近，然后这个 Kalenfor 大概是20分钟的捷运的距离这样，然后因为我是买 pass， 我就想说我要从 Budapest 到 Zagreb。怎么搭这样，然后我就查到说为什么这个站，这个就是火车站上面要写说 Budapest Kaliti， 然后中间又过两站又到Kalenfor， 而且 Kalenfor 才有 timetable， 这很困惑对不对？你要么就从 Kalenfor 开始写，然后写到 Zagreb， 然后就想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就去 Google， 我就去 Google Travel， 就是 Travel Advisor， 然后就有人建议说，哎，你在 Budapest 到底，因为一定会有一堆人问嘛，你要搭市中心的那个车站，还是20分钟外的郊区的车站？然后他们就建议说，基本上那个火车通常是从市中心那个车站发车，所以你去市中心那个车站搭车就可以了。你不用去郊区外那边搭车，因为他还是会从那里发车，所以我就去了市中心那个车站，然后搭就是站务人就说不行不对，所以就很火速的又要搭着捷运，对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距离，就是很心惊胆战的拉着29寸行李去，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可怕的事情就是说，我到了那个车站。已经8:29了，然后我的车是8:37发车，但他月台还不说是在哪边，就是每天都是，其实整个旅程不是什么治安或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就是交通是最可怕的，就是自己会紧张了。好，然后很多国家嘛，所以我就用一个国家进入一个国家的方式。去带大家看一下状况。好，第一个国家是克罗埃西亚的 Zagreb， 看一下影片。然后中间有想到什么，就是会插话这样。然后火车站前面就是这个大广场，就是老教堂那样。然后不是大公司，哈哈哈，我还在空拍机。
后市区里面有这样子的 metro。然后整个城市的 size 可能大概花一天到一天半就大概走完了。美术馆除外啦，就是你可能逛美术馆是逛比较久的人，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就很风和日丽，然后人也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好，再看 PowerPoint。好，在带到每个城市的时候，会推荐几个还不错的美术馆或机构。这个是他们的，就是虽然称叫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Zagreb， 但是应该是国家级的一个美术馆。它是1954年的时候开馆的。现在看到画面上是他们新盖的一个馆舍，在这之前就是刚刚影片里面的市区的某一个比较小的建筑，小很多。然后我在里面大概走了可能3-4个小时，就是他们的馆藏的量极大，然后从年代也跨了，就是可能二战之后一直到当代的一个展览。然后下面有一个说明，就是说他们的馆藏是，从60年代，就是很多馆藏都是来自于1961年之后 New Tendencies。不知道，就是可能是一个欧洲的一个美术史上面的一个浪潮，就是对美术史还没有太多研究。就是他们说他们是在反抽象表现主义跟社会写实主义的一个创作的潮流。那时候克罗埃西亚，我觉得也包含斯洛维尼亚，因为他们待会会说明，就是那时候的一个美术的运动产生的作品。那这个馆有收了一些。这个是里面的常设展的其中一个作品，不知道大家看的是不是很清楚。左边这边有一些数字，1920、1950、70、60，然后2000年。那这边的一些创作者经典作品，包含他们的像是莱巴哈，就是他们是卢比安娜斯洛维尼亚的。然后还有 Earring 也来台湾展过的，就是这个是 这张布局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这是2000年的一个作品啦，叫做 Retro Avant-Garde。他们在这个作品介绍就是说80年代 NSK 用了一些名目名字，像是莱巴哈、Earring 还有CPN Nazis Sister Theater 这些概念去创作作品。那在布局就是想要去把前南斯拉夫的一些创作艺术创作的一些意识形态或者是类型去把它做一个汇整。但我觉得这个有意思的是说，一个 Zagreb 的当代美术馆它会去思考到邻国，也可能跟他们历史有关，因为他们曾经是同一个国家，就是奥匈帝国。但也已经到了21世纪，还是有这样子的，怎么讲，潜意识或者是思考美术史的条件，就包含 Zagreb， 还有贝尔格勒，就是塞尔维亚，还有鲁比安娜。然后会谈到，我觉得在这边去谈贝尔格勒，大家知道相对位置嘛，就是贝尔格勒就是北方的一个大国，可是在他们上面有斯洛文尼亚、克罗埃西亚。那其实你到南方，尤其是科索沃，你几乎看不到他们跟贝尔格勒就是在美术史或者是艺术机构合作上是完全不相往来的。那这边就是还蛮常看到的。虽然他们独立于他们后来，虽然他们90年代初独立南斯拉夫，但是在独立之后还是一样，彼此都会把彼此的那个历史的脉络拉进来，这是在北方国家比较看得到。
然后还有一些有还蛮我看得很看了很入迷很久的一些录像的作品，然后像这一件就是比较行动主义，或是他是用 living art 去描述他们在大概70年代的时候的一些行为的一些记录。这是 MSU 的部分。好，然后还有像是这个地方它也是在 Zagreb 蛮市中心的，它有点像华山，但是华山还没有被就是被外包出去，而且艺术家进驻可能长达了10年的时间的状态。给大家看一些照片。它大概是市区，刚影片不是有一个广场，它广场走个10分钟就到了。对，不好意思，我关一下档案。这个是门口，然后这是里面的一些状态。他们其实时间也蛮久，这样子算起来接近10年的时间。然后我去的那一天是他们刚 party 结束，应该说前一天晚上 party 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所以白天的时候没有什么人。对，这个大概就是那时候的算是艺术聚落吧的一个状况。好，然后另外一个觉得还蛮难得的一个艺术空间叫做 Greta， 它也在，它离刚刚那个艺术聚落更近，就是广场可能3分钟、5分钟。它在美术学院，就是 Zagreb 美术学院，走路来很近，就在斜对面。那他们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我在后来去别的国家之后，才觉得很强大的一个点啊。他们每周基本上每周都开幕，那他们展览空间很小，大概就是大家的观众席这样，小小的。不论是美术学院的学生的壁纸，或者是各国的，就是那几个策划人觉得有兴趣的作品，他们都会拉进来展。然后录像的也有，数位的传统媒材的都有，是一个还蛮活跃的一个艺术机构。对。好，第二个城市了，就是隔壁的斯洛文尼亚的卢比安娜，一样有影片。想要 卢比安娜也是风和日丽路线，就是他们的城市中心有一条像这样子很大的河，而且非常非常干净，就是里面有鸭子在游泳，然后观光业也比克罗埃西亚的 Zagreb 更怎么讲更 update， 就是对物价更高，但是你吃到的好比还然后里面更有活力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是来自于更多学校聚集在市中心，就是他们的可以想象市区的核心的广场就有大学设在周边，所以不只是观光客的人潮在路上，然后就是年轻的当地人都有。那
他们的夜生活也我觉得也比较多，就是克罗埃西亚可能比较多是 bar 关在里面，那他们比较多是就是路上啊，或者一些演奏啊，路边的艺人这类的。然后中市中心的顶端右下角这个就是山顶上的一个城堡，可以搭缆车或是走路上去，所以是很舒服的一个城市。然后加上他们的旅游资讯又做得很好，旅游的服务也做得很好，就是像我有一天就是就付了一点钱，然后搭他们的那个套装的行程就是这样，就是你跟四五个人一起搭上一个小 van 小客车，就是导游兼司机带着你去其他的城市看。好，斯洛维尼亚要讲什么呢？卢比安娜，对，这个就是。对，刚刚讲到观光业的部分嘛，就是他们的吉祥物据说跟就神话有关系，就是喷火龙来保护斯洛维尼亚。那几天 ，sorry， 总会多久？崩溃，就等。苏菲，拜拜。对，这是还蛮市中心的地方，然后有旅游那个 information center 啊，这样。好，很强大的两个国家级的美术馆，就是姑且叫它比较好记啊，加 MSUM 跟 MG 加。然后简单来说，就是左边是当代艺术馆，右下方是美术馆，这样。然后右下方的。也可以看得出来，左上方的那个成立的时间，应该说盖起来的时间很短。然后他们这个场所的周边就很像刚刚看到那个很像华山的艺术聚落，就是周边有一些街头涂鸦的厂房。那实际上也是有艺术家在里面工作。那这个地方也是 squat， 就是占据，然后到最后政府去 support 的一个当代艺术馆。好，这个馆要讲什么？就是斯洛维尼亚艺术史，就是自然就不是由我来说嘛，就是大家可以上网或是去看书。当时候我看到一个展览还算蛮有梗的，就是如果发音有错误的话，可以帮我更正，就是 Jonas Jonza。他是谁呢？他是曾经是斯洛维尼亚的首相。然后这个展览在讲什么？就是大概十年前哦，现在2018、2007年左右，三个艺术家来自不同国家，我记得有一个克罗埃西亚，一个是斯洛维尼亚，另外一个是有点忘记，他们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 Jonas Jonza。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Jonas Jonza 他这位首相他的。出生的证明，他的 ID 上面其实不是这个名字。然后他们，这几个艺术家就在玩一个手法，就是说我把自己叫成首相的名字，那这会造成什么样子的改变，以及何谓命名自己的这个概念。然后我准备一个影片。那我去的时候刚好就是。他们在办回顾展，所以这个网页大家可以去找来看，就是展览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他们也很国际。就斯洛维尼亚比较多国际知名艺术家，就是国际到台湾都看过这样。这是 Eskilma 的 logo， Eskilma 是一个艺术机构，等一下会带到。And you?
Yes, I'm Yannis Janša. Yes, I'm Yannis Janša. Yes, I'm Yannis Janša. Yannis Janša je politik. Predsednik parlamenta. To je Yannis Janša. Yannis Janša je predsednik vlade. I nomi servono per individuare le singole persone e quindi renderle dei soggetti giuridici. I like my name. I like the sound of my name. I like my name. No, I don't. Ime mi je Jože Kuhar. Moje ime je Jože Kuhar. Ime mi je Jože, prijime Kuhar. Meo sam tot Adolf za časa obrojstvo. So po Hitlerju dali ime. Najpomembnejši dogodek v Hitlerjevem življenju se je zgodil nekaj let pred njegovim rojstvom. Takrat se je namreč njegov oče preimenoval. Oče se je rodil kot Schicklgruber. In v nekem trenutku se mu je zazdelo, da to ime ni dovolj blagozvočno, ustrezno ali kakoli. In skratka, preimenoval se je v ime Hitler. In zdaj se seveda lahko predstavljamo, kako bi deloval ta označevalec Schicklgruber. Si lahko predstavljate, kako bi se množice spustili vprašanje. Hein Schicklgruber. In 2007, three artists joined the country's leading conservative party, the SDS. Later that year, they legally changed their names into the name of the leader of the party and prime minister of Slovenia at the time, Janez Janša. Yes, zadeva se ni začela takoj k porokam, ampak jaz dobim podatke o zakoncih oziroma bodočih zakoncih par minut prej. In ko sem prebal in videl, da so tri, je Janez Janša, ne, sem bil, bi rekel, ja, že ta je šlo, zdaj正婚前几分钟收到名单，会发现有三个 Janez Janša 都要结婚。Da. Pred pričama Janša Janezom in Janša Janezom ugotavlja vajna pritrdilna odgovora, zato razglašam veljavnost vajne zakonske zveze in jo proglašam in vajo proglašam za moženje. Jaz sem Janez Janša, jaz sem Janez Janša, jaz sem Janez Janša, jaz sem Janez Janša. Trije sodobni umetniki so se dali preimenovati v Janez Janša. S tem, ko delajo še naprej to, kar so do tega trenutka počeli, ne, se pravi, režirajo, slikajo, so intermedijski umetniki in tako naprej, proizvajajo neke zanimive kolizije, jaz rečem tema. Se pravi, neke trke, neka srečevanja, križanja nekih različnih silnic, ki proizvajajo neke nove pomene. Ne. Tako smo lahko recimo prebrali v nekem trenutku na spletnem delu naslov Janša pleše v Berlinu. Ne. Jaz sem Janez Janša, jaz sem Janez Janša, jaz sem Janez Janša. Jaz sem Janez Janša, jaz sem Janez Janša, jaz sem Janez Janša, jaz sem Janez Janša. Jaz sem Janez Janša. 就是，哎，我还蛮因为我去拜访的时候，曾经里面有一个馆员曾经在北京工作过，所以他就比喻一个很贴切的比喻给我听，他就说。Janez Janša 至于斯洛维尼亚就很像陈水扁，就是他是独立之后的，他倡导独立，而且独立之后的首相之子，对，斯洛维尼亚之子之类的，所以他本身背负了独立的认同，但是他也因为贪污而被判刑。对，然后没想到这个梗就是可以玩了十年，还办了回顾展，这样。好像有些照片，我看一下有没有。等我一下。对，这是用照片做了一些影片，第二支，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这个展览的。展览的现场，然后他们去访问很多人，就是关于命名 Janez Janša 这个 idea。
然后艺术家签名也是三个人一起签一样的样式啊，这样。哦，就是常设展，常设展当然就是很东欧的艺术史的一些回顾，然后像是欧侯这个他们当时候拍摄的影片是这一支。然后，怎么讲？就斯洛文尼亚有一个，斯洛文尼亚70%都是森林，而且他们有一座好像代表国家认同的山。那这支影片就是三个人，就是一座山峰这样，就是还要去 performance 这个国家认同的山这样。然后后来，Yansha 这个团体也来做一个致敬，就是。中间会看到，对，就是他们把，就是整个就是更上一层楼，就可以变装置这样。不好意思，就是说，其实作品都很有意思啊，但是他其实要花蛮多时间去读那个脉络，所以真的也先只能让大家看照片。然后刚刚有看到莱巴他的影片，还有 NSK 就是发行独立的护照嘛，然后也有就是申请入籍的一些机制。就是维尼亚比较多，还蛮容易，就有机制性的、趣味性的或是反讽性的作品，在现在都还看得到。这是他们的 archive， 就是一些影片、录影带。好，然后刚刚提到的那个 SQ 嘛，就是左上。这个机构有点像是我比喻成 TCAC 好了，就是他可能美术馆会委托他去策划展览。那 Yannis Yansha 的其中一个人成员之一就是 XQMA 的创办人。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样子的关系，就是创办人是很红的艺术家，然后他也有一个机构，然后这个机构也会这个创办人也会找他觉得有意思的艺术家去谈作品、谈展览，从一个概念到一个展览的展出，所以展览的空间就在卢比安娜那个空间。那我觉得他们很有心力要去做一些比较概念性的当代艺术策展，然后包含像这个右边的这个黄色，这个其实是一个联盟，他们是跨国的联盟。哎，我先讲这个好了。这个网站大家也可以去看，就是包含 SQMA 嘛，然后还有其他国家一起去做一些议题的策划，包含像荷兰的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 就是 Geolavink 的一个创办的一个机构。那他们目前做到的，就网站上面会分享一些各个机构在策划的活动的录影上面。在上面放上去，好，然后这是他们的空间的概况，这是一个小小空间，也不大，就是大概也就是座位区这样子的 size。那他们邀请了，记得是德国的艺术家，他们去做一个作品，叫做中文名字应该是类似释放 Aphrodite， 这是一个希腊埃及的皇后嘛，那。他们在想说，那为什么这个属于埃及的一个原点，它是一个艺术创作，为什么会被锁在欧洲的历史或是美术馆里面？所以他们就把这个 Aphrodite 给 scan 3D scan， 然后开放大家去列印它。
而且他们还就是到上到 Lumiana 之后还跟 FabLab 合作，就是大家一起来做 Aphrodite， 大概是这个概念。所以有一些数位制造或者是数位艺术的展览是在 Lumiana 比较看得到的。 好，接下来进入科索沃。好，是不是有点大家有如果有问题的话，对啊，可以跟我说。好，那我就继续喽，继续到那个科索沃。嗯，一样有影片看比较。这是 Pristina， 不是，这也不是我拍的，但是他跟我走的路径非常的像。我觉得大家就在这个地方下计程车，就是我降落在科索沃的 Pristina 的机场，然后没有公车，没有地铁，只能搭计程车，然后大花了18欧，可能坐了多久？对，如果 Google 过，大家说大概15欧，可是我就说我要去Clinton Plaza， 就是对克林顿巷这边，然后他就说不，如果你到那边你就要18欧，如果你到公车转运站你就15欧这样，但大概差了10分钟的路程，但无所谓。大概就是这个地方是算是比较市中心，有一条主要的干道。就科索沃对美国，当然大家都知道那个影响力嘛，所以怎么讲呢？曾经有一个，我先看影片好了，就是他们的街头，到处其实都看得到美国援助，或是甚至看到元首的雕像，是科索沃的很特别的状况。就影片里面的状况跟去年看到的是一样的，然后这条干道主要就一直走上去。在进入到市区之前，整个从机场到市区，其实路上很多建筑的骨架正在建，所以像这样子的大楼都不存在那个整条道路上，所以可以感受到很多事情都正在即将起步。哦，我要讲刚刚讲到美国那个部分嘛，我住的 hostel 的话，那个主人他可能也比我年纪还要小，女生，他就说他也蛮感慨，像其他国家刚刚提到的克罗埃西亚、斯洛文尼亚等国家，他们都是自己去争取到的，但是科索沃反而比较像是自己没有那个能量或是力气去真的争取到，然后透过美国，所以他们不是这么的有点觉得灰心气馁吧，就争取到独立的这个情绪上面来说。对，有因为这会造成什么，所以如果这会造成现在还看得到对于美国的一些依赖，或者是必须要去纪念这个必须。对，好，然后 Pristina 因为只停留大概3天2夜，所以接下来比较多停留的地方是 Prison 在南方，
我搭公车下去应该是两个多小时、嗯。一样有影片。看影片比较。Prison 又更小，但是我会选，我会绕过去，就是刚刚讲 Marie 来提之前有提到，就是因为，这个当代艺术双年展发生在 Prison， Prison 有另外一个已经发生了15年多的一个纪录片影展，叫做 DocuFest， 同样都在这个地方发生，所以这个地方的虽然艺术机构并没有比 Pristina 真的多，但是他们的艺文的能量，包含他们要影展要找志工，或是影展的观众群，在这边都稳定跟丰富许多。虽然他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截图。This is Robert Reed and President, the cultural heart of Kosovo, Europe's newest nation. This is Kosovo. Locals were quick to tell me that I made a right choice coming to Prizren.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people come to learn about Kosovo. Albania 旗帜就是红色的。The name means fortress on the hill, and that's what's here, along with a couple dozen mosques, and Serbian Orthodox churches, and Turkish baths, and this river, an old bridge, as well as the most artful display of nuts I've ever seen. 很多坚果。I'm just having a look around.A very pretty place. I think I'm gonna go get some nuts.对，大家看的那个街景的状况就是这样子，没有错。然后，所以，好。大家可以再去另外去上网看更多的，不管是网站啊，或是相关的评论的，就是这两个很推荐给大家的一个艺术活动。上面是刚刚提到的 DocuFest， 2002年开始，然后他们是纪录片影展，从世界征建，而且有好几个单元，其中包含在北方国家很少看到的 Balkan Docs 这个单元，怎么？讲就是我到了这个地方以及南方的其他国家之后才发现说，其实 Balkan 这个词汇运用它来谈艺术或是文化，在北方国家几乎看不到，尤其斯洛维尼亚，因为经济状况还有他们曾经是奥匈帝国的关系等等，所以越到南方国家越能谈何谓 Balkan。 然后我曾经问过策划 DocuFest 策划人，就是你怎么看 Balkan 这个词汇，以及为什么北方国家南北差异这个问题？南北差异就刚刚解释过了嘛。那，他为什么要去策划这个议题？其实就是说，他觉得，当然，你在这个区域，你无可否认自己是 Balkan people。那何谓 Balkan？ 其实那个差异性，大家可以知道每个国家的历史。非常的不同，所以他这就是他之所以要去做这个单元，每年去推出纪录片。不过，这边有那个画册，等一下大家可以翻阅。就是小到日常生活啊，或是猫狗的一个记录小短片啊，或是动画、啊、等等，从世界各地，从巴尔干的国家，都是他们想要去透过影展放映去呈现的一个实际的面貌，然后当然也是跟其他的国际型的影展或纪录片影展或当代艺术双年展一样，是善用了国际型的评审嘛。那这个目的在他们的口中变得相对的强烈，包含刚等一下会提到那个下面的 Autostrada Biennial， 就是说。他们都很强调我们要邀请国际型的策展人
或是其他国家的策展人评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外交不只是外交困难，他们连国民要出去比其他国家都很困难。那个困难就是说，你可以拿自己的 ID 搭着公车去邻国，比如说他也可以去塞尔维亚，当然他可以去。可是如果我要去德国、法国，假设我好了，我是科索沃的人，我要去德国、法国，我要去英国，即使我那边有亲人，但是我在送审的时候总是会被不明原因被退掉，理由是很制度性的理由，就是当然会问说你去那边的目的，然后你有没有订什么住宿，但都这些都 很次要，最关键的就是说他要你提出你的收入证明。那问题是什么呢？我的收入一来我失业率超高，就是可能有60%以上，就年轻人我的收入本来就不高，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的收入都是给现的，那我要去如何证明我的收入跟存款，诸如此类的原因导致他们其实即使有很多亲人住在德国或英国，做就是因为移民然后经济援助本地的家人，但是他们的自由度，国际自由度非常的低。所以 DocuFest 的策划人就很语重心长的说，他其实是把 DocuFest 当作 window to the world， 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去世界各地，那我要把世界各地带到这个现场。听起来就是对，我们要去好，然后对啊 ，DocuFest 已经这么多年了嘛，所以网络上有很多历届的资料。那去年有林木才，就是纪录片双年展的策展人，担任他们的评审。我们也会在二月的时候邀木才来这边讲 DocuFest 的一个方方面面的心得，所以大家再欢迎来这边听。然后下面那个是去年的第一届的当代艺术双年展，叫做 Autostrada。等一下，好，策展人就在我们这边，就是美瑞。这个，当然我是因为刚好访谈安排的关系。我先遇到 DocuFest 的策划人，然后再跟 Autostrada 的策展团队聊天，我就在想说，到底这两者有什么关联性？因为一个是从2002年开始，一个是从去年开始，到底那个因果关系，大家可能会心中有一些疑问，就是不是看 DocuFest 办得很成功啊，然后觉得动态影像之外需要当代艺术？这是最直接的想象，或者说到底是什么动机。那他们策展团队的动机其实很单纯很独立，就是觉得为什么 Prison 不能有一个双年展，而且 Prison 它有一个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就是从它的语言就可以知道，就是它包含了地方的方言，还有土耳其语系，所以Prison 的语言是混杂着的，所以有些科索沃的人，其他城市的人可能还不能百分百听得懂他们的共同的语言。那在这个混合城市，以及它是位在南方，因为它下方是马其顿嘛，然后也是一个有这个样子的十几年来的文化能量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想要透过这样子的展览的策划呢，去谈何谓 Kosovo， 那何谓 Prison， 一样就是他们也就是找了 Marie 之前还一样是 Q 了很多国际的策展人去做论坛，那他们也在期待说下一届是2019，明年希望明年的时候，展览策划之前有一个出版去记录这整个不管是公开的 forum 或是双年展的导览，这些记录还有评论集。对，那我们也希望文瑞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未来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展览。对啊，很可惜，就是因为时间的关，就是我去的时间展览已经结束了，所以
但是一样网站上面都有一些作品的介绍，大家可以去看看。好，过了一个小时，在马其顿。In the first episode of our Balkan Road Trip series, in this 之后的国家，我都是因为旅程的需要，就是我想要既绕东部的国家，但是就是目的就是回到克罗埃西亚去搭飞机回台湾，所以我的停留的时间都非常的短，尤其像马其顿，大概三天两夜。但是因为就认识到了一些当地的人，所以知道一些。Dobrodan from Skopje, the capital of Macedonia, and the second stop of our Balkan road trip. We are standing on the balcony of the Unity Hostel and already got introduced to all the sights and things. 在这之前，我对马其顿非常的陌生，因为台湾还蛮常提到科索沃的，但是其他国家，克罗埃西亚也蛮常提到。马其顿就很陌生，但希腊就明就在下面而已，就是会略过。在这个位置。Right between Bulgaria and Albania, the territory of Skopje has been inhabited since at least 4000 BC. 。Our first stop is the old bazaar, which dates back to the Ottoman period. Here you'll find mosques, markets, and Chivapchichi. 对，到处基本上选择就是肉卷，无止境的肉卷，吃的啊，食物。The landmark and symbol of the city is the Stone Bridge, which has been built in the 6th century. 这边是非常市中心的地方，但是等一下解释一下为什么这边会如此的华丽。Here you'll find a collection of new-built monuments.Which caused a lot of criticism by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controversy for its cost. Skopje 2014这个计划。The Kala Fortress, which is located on a mountain right next to the city center, is the best possibility to see Skopje from above.A great spot for enjoying the sunset and having a cold Skopsko at the nearby brewery. 好。The next country on our list is Albania. Follow us to most. 好。刚讲到那个 Skopje 2014，因为认识了当地的人，然后他很愤怒的跟我抱怨这个计划。因为当我住进去，就是我在市中心行走，当然是很舒服啊。虽然那个建筑都是镜面的，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而且高可能有5到8层楼，甚至更高。但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进去嘛，所以我就觉得，很好走路的一个市中心这样。但是他的抱怨就是说，马其顿政府为了做这个，他花了7亿美金，然后国债高举，做了20栋建筑，然后40个雕像，伟人雕像这样，所以年轻人就很不爽，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啊。那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情。这边有一张照片，对。就是这个是新建中的样子，所以刚刚的影像里面的都是盖好之后的样子。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空屋全欧洲最严重，已经很可怕。那个朋友也跟我分享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们需要取暖，可是他们已经没有环保素材可以燃烧，怎么讲？就是他们会烧任何东西，可以烧的就烧，所以会。恶性循环，冬季会非常的严重，空气污染的问题。
不好意思，等我一下下。MG 家隔壁。好，然后休息一下嘛，就是来看个影片。中间的路程有一些照片，然后给大家看看。这是从卢比安娜到 Skopje， 就是马其顿的首都的一些路上的照片。哦，这个我为什么会拍照呢？这边4.1块是从卢比安娜市中心到机场，然后司机就说你还要再付1.3块上车之后，我就说为什么？他说这是我的午餐费，然后还要给我发票这样。对，这是远方卢比安娜，就是斯洛文尼亚首都周边的山。哦，是搭 Adria， 算是国家航空吧。Christina 的街头，然后这个是图书馆，算是大学的图书馆，然后就是住的地方，路上的公车街景，然后一些清真寺。哦，这是就是食物，就是很多肉，选肉跟选面包这样。这是他们的算是历史博物馆，可是你可以看到以下几张照片就是这样子。那这又是看得到美元嘛，美国援助的，就是有一些修复工程在进行，那他们会包一些帆布，就看得到美国的美元的一些 logo。这是他们传统的住家，跟鄂图曼土耳其时期的一些建筑的风格有关系。这算是传统市场，走过去后，走进去之后的一些侧牌。哦，这是 DocuFest。DocuFest 的专辑。哦，对，然后刚那两张照片就是，在谈移民嘛，就是那个 DocuFest 的影片，就是有翻到拍一下。然后这个地方，这个建筑。你有看到 DocuFest logo， 然后 DocuFest 跟 Autostrada 的办公室都在这里，这算是市府的，应该说国家的机构。然后，DocuFest 已经15-16年了，它其实每年大家可以看那个脸书上面有贴木材写的记录文章，它其实每年创造很多经济的收入。就是因为观光客的关系，因为他们的整个放映影片的加上 party， 其实好几个小时，好几天，但是他却没有让 DocuFest 的办公室，就怎么讲，他们还高价租金给他，就是在这边工作，就是对这边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整个政府单位没有去支持这样子，就是基本的租金开销。然后这是周边的一个算是城堡吧，堡垒。然后一样，台湾国不是我贴的。对，对这边，这边是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的名称叫做阿尔巴尼亚联盟的一个馆舍吧，然后里面会看到一些视觉艺术的作品，就是相对机会很少的，或者是说相对馆舍很少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当地的视觉艺术创作。但是当然展示的条件没有很好。对，这边 Albania League of Prison。 对， 美元就是这是插在人行道上面，所以大意就是不知道整个市容吧，还是这条路的首府美国。对，就是我在旅馆的时候露营的，就每天基本上有五次以上清真寺的广播在打。然后有一次，旅馆那一区就包含餐厅等等都停电，但是还是听得到那个，就是即使停电，它还是有电的。这也是 prison 的街景。后来就去搭公车前往马其顿。往右边走就是保加利亚，首都是 Sofia。左边这个展览呢，它是算是当市立美术馆吧，市立美术馆的展览，刚好看到，但是我觉得议题还蛮有趣的，就是说，这个一样展览资讯在脸书上面都有。In the Shadow of the Orient。到南方国家，刚刚有提到，就是比较常看到这个 Balkan 的这个词汇，但他们有点像是在重新去谈吧，就是他们把 Orient 谈成 Orient 当然是东方，那谁的东方就是这个重点，就是西欧国家的东方，所以他们在谈 Balkan 的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会从何谓东方的概念去讲，所以他们也把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跟塞尔维亚当成巴尔干，就刚刚比较少，刚刚有提到说南斯拉夫不包含希腊，所以希腊其实比较少被纳入巴尔干的脉络，但是他们又重新去谈。等一下有一支影片，就是有一支影片就是在看里面的那个展览的视觉艺术的作品，绘画为主。然后呢，右边是一个艺术机构，等一下好像会有。对对对，一个艺术，叫做ICA， 就是Sofia 的 Contemporary Art Center， 然后这是他们的一个厨房的抽屉，他们的空间，他们成立1995年成立，然后空间也不大，一样是策划型的展览空间，然后女主人吧，她算是女主人，很开心地跟我分享这个计划。这个厨房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呢？她现在这个计划进行到最新的阶段，先讲最新阶段的内容好了。大家有看到那个
这边有个洞嘛。这个计划呢，就是请大家捐献到他们可以把这个抽屉打开为止。他在这之前的一些像计划，就是他们其实隔壁就是展场，有点像，比如说那个厕所就是这个厨房空间好了，这边就是展场，可是他们把脑筋动到那个空间上面。在这之前的计划就是有艺术家把那个雷射的灯光作品放在抽屉里面，所以你打开来的时候就是光芒四射这样。然后另外一个计划就是他从厕所那边钻一个洞，整个光线射到展场，就是他一直在利用他。但女主人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啊，就是他觉得这个无限可能比展场还有趣，这样还蛮我觉得印象深刻的一个艺术的计划。然后现在来看一些照片，就是刚刚讲的这个In the Shadow of the Orient， 还有Sophia 的一些街景。这是 Sophia 很有名的教堂。就跟马其顿还有科索有点不太一样，远方都会有一些烟囱，就是很像，应该是美火力发电使用的。对，然后这就是那个展览。然后一样有当代艺术，就是比较录像啊装置的一些作品在楼上，所以从传统的媒材的绘画到当代艺术都有在那个美术馆里面。然后这是街头的一些店家，整个就是很年轻人的一些特色的餐点啊。然后一样有 metro 在路上，所以但我基本上都是走路，然后。观光业也做得非常的好，就是导游每天都有免费的 tour 带大家，然后一次可能就是四五百个人跟着每一个，四五百个人拆成好几队跟着导游在市中心走。然后这就是刚刚谈到的那个当代艺术中心展览的空间，展览的作品。就是他们的墙面上面有磁铁，就是把各个计划都做成磁铁贴上去。然后另外一个艺术空间 Swimming Pool， 一样像是就是展览空间，然后策展人邀请艺术家过来做展览做作品。这也是在附近的一个艺术空间。这个计划等一下可以看一下网页。这个计划是那个当代艺术空间，就是 Sophia 艺术空间分享给我。他们在恶搞就是前苏联的或者是前共产国家的一些雕像，伟人变就是超级英雄这样。
他们是匿名的游，算游击吧，游击团体。就是很妙的是，他们画了很多次，却没有被抓到。就是有时候会画成这样，然后有时候画成这样，就是随时都在换主题。但他就在市中心，而且是很宽敞的一个公园中间，就这样非常的宽敞，很庞大的公园，但是随时都会有不同的面貌。然后，对，自行处理自己的画布，对啊，但是永远都抓不到，很有趣。然后给大家看一个作品，就是其实快到尾声了，忍耐一下。这个作品也是那个一样是那个当艺术空间的分享，会觉得很有特色。大家注意看时间，有2小时22分钟。那他做什么呢？有两个球嘛，然后这是他的展览展间啦，基本上。好，他人要上去了，啊，破梗。大概2个多小时，他就一直这样。这是他的作品，就很就旁边的人跟我分享的人也很尴尬，说他在旁边看了觉得很好笑。对，然后你看到人来人往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于是那个女主人，她就很开心的跟我分享另外一件。先看作品照片好了，就远方的山景。基本上就是山的照片嘛，但他说这个计划内容是什么呢？他要求每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不是每一个人，就是想看的人，在几点几分的时候，请拿着望远镜看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在山顶上面做一些动作。就是望远镜限定，不过几乎很难看得到。
这个算是我想是介于行为跟表演之间，嗯，但是他当然对他的作品就是会被录下来嘛，所以我们都会透过影片去认识这个行为。好，到了保加利亚，中间我就跳过罗马尼亚嘛，因为刚一开始说其实我没有入境。好，最后对最后一个了，就最后是到匈牙利。匈牙利我停了两个城市，一个是东边的 Debrecen， 再来是首都的 Budapest。这中间没有看到，我觉得 比起艺术作品的印象最深刻是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我在听导览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导览的人提到的，就是说他觉得很 crazy 的一件事情，就是政府或是大部分的人，匈牙利人在反 George Soros， 这个状况是怎样？所以我就上就是搜寻了一下。就是 Soros 是成立1993成立 Open Society Foundation 的一个，现在移民到美国的一个富豪，匈牙利人，而且是犹太人，对。然后他其实在推欧洲的一些艺术啊、人权教育的系统，包含第四点，就是最下面那边提到的中欧大学。那左上方是去年七月的一个报道照片，就是。路边有一个标语，其实好多张，就不止这一面墙啦，其实基本上很像竞选广告那种布点的幅度，就说 Let's not allow Soros to have the last laugh， 就是不要让他好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本身是很多次警告欧盟会因为难民问题而有走不下去的情况。那他另外一方面就是资助，透过资金去让难民成为国民，所以他基本上是帮助难民从非欧洲国家进入欧洲。而匈牙利政府很反对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政府或者是大部分的国民吧，不清楚，但是至少导游的那个是他很清楚这件事情是很愚蠢的。那实际的行动是什么？就是让他成立的中欧大学无效，没有学位，就是他的学位无效，因为他的本部在美国。所以右下方是去年四月，就是地方的民众去抗议示威这种反 George Soros 的行为。所以到底那个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就是那个角力的情况目前是怎么样？不是很清楚，但是至少。前阵子还有一个新闻是，好像是立委或是国会议员，把 po 一张照片，就是几个人站在一只死掉的烤乳猪后面，很像在露营的营区，然后上面就写 George Soros， 就是要给他。然后当然就是这种照片就很，对啊，很有议题炒作。不过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官方的势力这些问题。正在背个 George Soros 的系统。然后到匈牙利之后，有发现也是因为导游的关系跟大家分享。这是国会，然后里面有一面旗帜是 Transylvania， 在它是一个对外西班牙，它算是怎么说呢，在境外匈牙利人。就有点像，如果是台湾或是中國，就华侨。然后这个华侨有一面代表旗帜，他也挂在那个国会上面。导游说，这面旗是要警卫去或是那个军队去绕巡去保护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外国的匈牙利人，他们的权利在国会是有被代表席，就是有人会去特别。算是保留名额，华侨保留名额的概念。那他说，如果你在国外，像是罗马尼亚，你去秀出这张旗，你是会被捕，或者是你可能会被殴。对，所以罗马尼亚
对，最近昨天也有贴到一个新闻，就是说，罗马尼亚在反匈牙利人这个状况，其实是那个历史因素实在是很复杂，但是也正好是因为去到那边，然后听到有发现这些事情，所以就慢慢的开始去收集这些议题啊，然后去观察这些议题，然后包含像我去的时候，中国的怎么讲？我去的时候有一天就是描述实际情况，其实我去的时候有一天就是地铁完全不能用，被警察锁住，然后主要的路线公车都不能走，然后看到很多中国人拿着国旗在路边这样，然后后来发现就是突然忘记那个人的名字，就是中国的官员要到匈牙利去有一个会谈，他们好像是要赞助匈牙利的铁路，所以这些认识都其实还很片段啦，是就是老实说是很片段的事情，只是说有发现到这些实际正在发生的状况，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是今天主要的目的，所以在结尾之前还有一支影片，这支影片比较长，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布达佩斯的一些街景的状况。就是其实东欧不知道为什么华为到处都看得到，然后有实体店面，而且人对对，华为是独占，感觉很威这样，然后这样子的大就是很市中心的十字路口也看得到中国银行，但当然匈牙利是这几个国家里面华侨最多的，所以历史也很久，这是因素之一。然后这是他们的传统市场，应该是说有点观光性质的传统市场。然后布达佩斯就很漂亮，历史很久，大型建筑很多。这个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说，这个是他们在纪念德国入侵的一个老鹰，就是德国，就是纳粹系统。然后路边这个叫做 Living Exhibition， 就是活的展览。各个受到就是家族成员受到犹太谋杀或迫害的人，他们就会去放上他们的照片，就是相较于这个比较官方的，他们其实想要去谈，想要去秀出来，其实还有这样子的每个人的亲身经历，一样又对美国，这是光的国会。这个算民族学博物馆，然后啊，拍谁？展览，这个展览就是做了秀出了很多从以前到现在的鞋子，但是从鞋子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一个历史文化。当然，很多都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穿鞋子，所以他们就秀出了照片。雕像等等，可能应该有人去过布达佩斯吧，应该是会比较多人去。然后有一些音乐活动，一样就是周末的市集。
然后白酒，红白酒都很便宜。然后也有一个关于犹太历史的大型的博物馆，做得很棒，我觉得。哦，这刚刚提到的那个秀出中国的国旗，这一样是一个 squad 来的一个联合的 pub 空间。对啊，就布达佩斯当然没有人会去谈巴尔坎的这个词汇嘛。但是刚刚一开始有秀给大家，就是说，其实南斯拉夫人有1991年的统计是 1.6% 是匈牙利族群，阿尔巴尼亚的旗帜，那就是刚刚提到的中国的会面的会议。接一点时间，就感谢在地实验，还有海外义友。在地实验，对啊，就是出国的时候，出国一个多月，但是一样还是可以让我回来继续做在地实验的事情。好，然后接对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的话，让我知道，而且可能要拿麦克风，因为会收音，就是我们现在有在直播的关系。任何，哎，你好，我是暗装。没有，我问，那你在那边的话，你都是住，你怎么找住的？是 hostel 吗？还是说到一个地方就是随机？这种问题最好最轻松，没有，就是事先找好啊，然后整个行程保留的弹性，就是因为我买 pass， 所以移动当然给自己一点就是弹性的规划的空间。对啊，都是住 hostel， 也有住，对啊，其实还蛮难忘的故事，就是因为我住从 Airbnb 找，所以有住在家庭的，就是跟他们房东一起住啦，概念就是这样。然后赫然发现他们主人是乐团主唱，而且还认识莱巴，这样就很酷。就是那当然就是比较可以跟他们聊比较多，就是关于斯洛维尼亚的一些状况，他们怎么看？对，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你想去吗？我刚刚这样问是因为就是因为通常住的时候就是可以比较有机会跟当地人互动，所以我才这样问。对对对，就是还是会调就刚好如果住到当地人的房子的话还不错。我是从六月底到七月底，6月19号去，然后7月22号回来，然后去九个国家，就是你说那些国家，除了匈牙利以外，其他全部去过，然后还包就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先从保加利亚，然后再到什么讲顺时钟嘛，保加利亚，对，马其顿、塞尔维亚、波斯，然后斯洛维尼亚、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又回克罗埃西亚，然后波斯尼亚。马其顿，然后再回到阿尔巴尼亚，然后再坐飞机到塞尔维亚，然
然后再坐车到罗马尼亚，那总共九个国家。那我就是如果一个比较省时间的方式，就是也就是坐夜车，那就是对，真的是坐客运。然后如果你是很好睡的，你就可以坐客运，就是坐那种晚上十一点的。然后第二就是超第二天早上五六点可能就到另一个城市或另一个国家，可是但是你中间可能到另一个国家会有那个查哨，那叫查哨吗？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有卡关卡，就是要那个。对对，检查护照，你就可以第一个你就可以省那个饭店钱，这真省一管就直接在客，而且又省时间，然后就是一个晚上这样子五六个小时，可以走蛮久的，就是我一个心得这样子。那住饭店的话，其实那个那个阿尔巴尼亚跟马其顿饭店真的还蛮便宜的，1000多块就房间就很大，所以我后自己算一算，就是我就不住 hostel， 就是马其顿跟那个哪里阿尔巴尼亚，因为饭店实在太便宜了，就是你1000多块，就是非常大间，然后有冷气又睡得很舒服这样子，所以而且那冷气还是那个是那种是日立冷气，而不是什么杂牌冷气，所以是干脆就住饭店，就看看状况，因为物价不一样，像那个斯洛维亚就物价实在还贵。那有没有讲一下阿尔巴尼亚跟塞尔维亚？你去看到？哦，我看到我阿尔巴尼亚。刚好就是塞尔维亚人是运气啊，就是我朋友住那边啊，对，就是塞尔维亚人，两个都是塞尔维亚人。然后好，我是先去那个 Niš， 就是他们的第二大城 Niš， 就是在南部那边，然后看那个就是那个集中营，一个还蛮恐怖的地方。那个集中营还蛮大的，然后那个是一个分散，那个集中营是后来要送到忘记哪里，匈牙利还是哪里，反正它是不是一个主集中营的，对，然后那个集中营也不是关犹太人的，对，那很多那边的也是死啊，就是很多是来自哪里，乌克兰，然后还有又那个塞尔维亚人都有，对，然后我除了去逆史以外，那个。没有准备，对，就是大家很闪啊，就是我去逆巡，然后看集团，还有看一些就是也是他们当地的考古博物馆，对，然后也有去那个接下来北上有到那个塞尔那叫什么的贝尔格勒，贝尔格勒真的很大，它算是我觉得它是东南欧最大的都市，它人口有应该有100万就是很大，在当地算很大的都市。那那边很多废墟，都是从那个就是内战之间被北约炸的，包含就是因为那个波斯尼亚危机还有科索沃，它被炸过，然后有些是刻意不修复，为什么刻意不修复？因为要汲取那个血恨教仇，那个报就是那种感觉是非常痛苦，就是那个卧薪尝胆感觉，因为他们很讨厌欧洲人。西方人，他们说很讨厌西方，他们不认为是西欧人，他们上面就有些英文啊，是什么叫 NATO， 就是叫北约去死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这样子，对，就是很多一些非常仇恨式的标语写在那个废墟上面，这样子，有些已经重新盖好。那多瑙河是还蛮，我觉得因为多瑙河是跟那个感觉是跟匈牙利不太一样多，因为他们比较。应该说他们比较穷，所以那个建设不是没那么好。可是那多瑙河就是，感觉比较宽了，我觉得啦。对对对对，这样流经过，然后也有去然后还有很多涂鸦，超多涂鸦可以去看，就是贝尔格勒很多涂鸦，我觉得甚至就是比其他波斯尼亚或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埃西亚其他那个大都市涂鸦还多，我觉得还蛮值得的。然后。再來就是说，关于那个，对，就是民族血恨那边，波斯尼亚也有，波斯尼亚是另一个相反的面向。波斯尼亚就是，他们一个图书馆就是被烧，然后总共100多万本书全部付之一炬，那是200多年的图书馆，也是被塞族共和国就是烧掉，然后上面也有写一些就是非常仇恨的标语，这样子说记住这个画面，这样子类似的那种，对。然后他们还有就是也有很多那种当时的内战的那些壕沟啊，而且还有屠杀场地，菜市场大屠杀，我记不了，就是内战某一天死40几个人一场爆炸，对，就很多那种，因为有导游带我们去看，就是萨拉耶佛，因为萨拉耶佛各地的一些之前一些状况，然后萨拉耶佛它其实就像以
前东西柏林一样，现在还有分东萨拉耶夫跟西萨拉耶夫，中间是有关卡的哦。东萨拉耶夫是属于那个塞族共和国的那个领地 的首都就对了，不，领地首都是在另外一个都市。那西萨拉耶夫就是波斯尼亚共和国的首都，这样。就我是大概一个观察，当地的一个小小的观察。补充一下，为什么没有去塞尔维亚？是因为一旦我去了科索沃，我不能直接入境塞尔维亚，因为他不承认他的出入境章，所以我要去邻国，加上我需要签证费。但我觉得，那我就不要去啊，就还是就绕了周边的国家这样子。先谢谢你的分享，然后我自己比较想要了解的是，就是你这次计划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你的事前期待是什么，然后你现在回来了，那你觉得有没有达到你之前所设定的目标和期待，然后最后是你之后延续想要做些什么。谢谢。期待就是因为我在做视觉艺术相关的工作嘛，然后发现就跟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一样，就是说为什么台湾的文化交流或是不管是文化艺术啦，或者是大家去留学教育系统比较熟悉的地方是那些国家，德国啊、法国啊、英国、荷兰、比利时，那这些国家难道就是这么的独立于其他国家吗？不太可能。尤其像土耳其有德国有很多土耳其的移民，那土耳其在德国也有相当的势力，所以对，我觉得我对于这个区域是好奇的，而且我相信大家都是这个些国家一定有其他的家人在别的国家，那其实实上也是这样，科索沃尤其明显，就是有很多难民不是难民啊，因为独立战争而移民去其他国家，德国、英国尤其多，那他们的角色背负着经济的协助去科索沃的家人这边，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些了解是事前，事前当然可能你查资料也会查到，但是听他们讲会比较深刻，因为其实这个状况在年轻一代二三十岁的人来说，他们其实有点，我举个例子好了，我遇到一个移民到瑞士的科索沃人，他就说他大概二十几，他就说他当然知道这是必须的，我必须，我的父母可能就是每个月给钱，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不需要这样做了，我需要停止下来，我需要放，我需要抛开这个义务，因为我觉得我在瑞士的税务啊，我的支出也很高，我没有，我基本上也没有这样子的富裕，虽然我的收入很高，可是我的支出也很高，所以我其实没有那样子的能力去资助我在科索沃的亲人，所以这个状况有在慢慢的改变。那如何，对啊，就是其实到当地之后才会发现这样子的一些正在进行的最新的状况。那对，这是我想要去一探究竟的。接下来的想法是什么？当然会持续，我觉得因为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故事，刚刚没有提到像马其顿跟希腊也有，对，就是希腊主张马其顿是希腊的之类的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故事实在太冗，很冗长，需要去理解阅读。第一个当然就是有，我就回来之后当然是最大的收获是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多故事，不管它跟台湾有没有关系，不管台湾像不像，这个是好奇心就是最大的收获嘛。那再部分就是说希望可以有一些交流的计划，这是最实际可见的嘛，就是说像是科索沃的双年展，我们有在跟他们谈说有没有可能来台湾看台湾的展览，因为他们因为木材而认识台湾，更多对台湾的好奇。
那台湾跟科索沃有一些可以说得出来的类似性吗？有没有可能请他们来到台湾来看台湾的状况？那我们在下一届的当代艺术双年展 Autostrada Biennial 可以有什么样子的策划的展览出来，或是有什么合作的可能？对啊，因为老实说，台湾跟像法国，就我曾经有跟法国或是比利时有些上次交流的一些活动，可是那个脉络并没有，就是比利时跟台湾，还有比利时跟科索沃好了，其实没有谁比较像谁，或者谁比较有默契，谁比较有共鸣，其实都一样，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奇心存在。如果就会持续存在，那我觉得会持续的去观察有什么可以进一步的交流的可能。对，还有问题吗？就是他说。一般国家就是这些国家跟其他国家看到很多，就我刚刚就是直接用照片让大家看到了嘛，就是像视觉艺术最普遍的会去描绘去再现他们看到的食衣住行的生活，这个一定是不同的国家族群文化会看不到的部分。那我看到的大多数都是这样子的创作内容，就是怎么过生活，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像斯洛文尼亚最不觉得自己是 Balkan Country 的，他们其实也真的就比较多国际型的作品，就是像刚那个首相那个 Jonas Janša 的这样子的概念的作品出来，而且也有跨国，虽然还在欧洲内部的国际连接。这是目前看到的，可是像科索沃这样子的国家，他们就是很用心力在策略上面去找到台湾的策展人、台湾的评审拉过去，那他们就是期待这样子的合作关系会有下一步的推展。而在马其顿、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几乎就没有台湾的影子吧，可以这样讲，就是。华人也很少，那匈牙利就是中国势力，就是随处可见的，大概是这样子。我是就是他刚刚说的那个科索沃Autostrada双年展的策展人。事实上巴尔干跟台湾的关系呢，我们平常都把说欧洲就是那一整块就叫做欧洲，那么台湾很容易用一厢情愿的说认为说欧洲就是一块铁板，那中间的分歧事实上是很低的。那当然最近几年来呢，对于就是说东欧的情况呢也越来越多的资讯过来，然后加上说台湾很多的那种观光客啊喜欢到就是属于东欧的地方哈，所以越了解比较越来越多。但是从东欧特别是说巴尔干国家来说呢，来看台湾呢，事实上他们会觉得说台湾跟他们很像。哎，虽然是说科索沃在跟台湾来做比较的话呢，他们事实上是一个等于算是虽然是说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的邦交国有100多个啊，而且就是说算是说很完整的独立国家，可是呢就是说他是在经济条件还有就是受到外边的那种经济殖民的严重程度啊远远高于台湾啊，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那个首都Pristina 看到的那种克林顿的那个像铜像那个有没有？
然后那个 Pristina 的街头呢，基本上还是在那种半废墟的状态，白废待举。那中间的重大最大的问题是因为都是怎么样接受美元，美元呢，进入国家的进这个什么这个公共工程里面呢，然后呢全部都是贪污啊。那这个新成立国家的政府事实上是一个无能政府，然后就是所以贪污的情况之下呢，整个城市的建设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废墟。已经十多年，将近十年的时间了，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那对他们来讲，看到台湾的情况正好是说，一个基本上是没有被国际承认的国家，但是呢，到就是说就国力来讲的话，受到周边的国家的牵制哈，非常严重的，就是这对他们来讲，他们被牵制的事实上是欧盟啊，然后那个什么俄罗斯啊，那旁边的什么塞尔维亚，这强势力比他们强大很多。然后另外一边又是土耳其，土耳其的崛起呢，甚至因为就是说在科索沃的话呢，他们是比较的主要民族是阿尔巴尼亚族啊，那么宗教信仰是穆斯林啊，那么主要的这种文化的影响是来自于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所以非常非常复杂。那么所以就是说对他们。自己认为说是还是处于在这种半殖民的状态，那他看到台湾的时候是变成是某一种程度的一种镜像，啊，就是说 OK 好，有强大的经济体在那边，然后独立的国家，但是呢就是政治上都到处受到牵制，啊，那所以他们会找我去做第一届公路双年展的策划呢，也有这一面的因素存在啊，也就是这边因素存在。那当然就是说过去是大概十年来嘛，因为我也常常做这种东欧的这个研究哈，所以对东欧国家呢也不是陌生的哈。那尤其是说当就是他们的当代艺术史啊，我还算是熟悉，哎。那等等因素哈，这个是当然，也许我们可以另外安排一个时间再来讨论。对，那我只是说，这一类型的关系哈，就是说从东欧像巴尔干国家来看台湾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不一样的一些景象，就是说，比如说他也会觉得说台湾是某一种程度的巴尔干国家啊，那么东南亚国家在还是处在就是属于巴尔干状态当中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对。刚我想到欧盟这个例子，欧盟其实帮各个欧洲国家的文化资金是占很大多数的嘛，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但像科索沃就不会有欧盟的经济资助，这个他们心里很清楚，但是也我觉得会很无力的地方，就是自己国家的资金不足，但是欧盟又不会。又没有办法，像保加利亚就是隔壁右边就是希腊以北，就会有欧盟的资金进来，所以俄罗斯最多，嗯。他们一些博物馆上面都假如是俄罗斯资助，他们就会写俄罗斯资助，然后还会写一个旗子，就是他们两个国旗连在一起，就是属于那种像塞俄友好那种感觉。因为俄罗斯跟一直从十九世纪末期就很挺塞尔维亚，因为同样都是那个斯拉夫裔，而且还是就是属于是东边阵营那边，所以就这样。然后哦，对我想到就是一点，就是他们因为我有认识那边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对于自我的民族认同是很靠宗教性的，我是这么觉得啊。就我有认识马其顿人，就我朋友马其顿人，然后还有塞尔维亚人。那一个马其顿人他就跟我讲说，就是因为他们讲说他们因为没办法加入欧盟，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东正教徒，所以无法进入欧盟。对他们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想要加入，但是因为他们是东正教，然后他们境内又有跟阿尔巴尼亚的问题，阿尔巴尼亚是穆斯林，对，要占30%穆斯林在他们国家，他们所以他就觉得说，他们国家就是，但他就说有一些他有一点不太喜欢阿尔巴尼亚，反正不好的事情就说是阿尔巴尼亚人做这样子，然后反之也是伊朗，然后我一个就是塞维亚朋友，
他也是东正，他们也是东正教徒，刚好也不是欧盟国家，还真刚好。然后他就说，也是有，他也境内也是有穆斯林的，对，对，他有提到这些问题这样子，然后对大家这样做我的一些意见。既然今天的分享比较跟艺术有关，那其实我对艺术并没有，就是爱好者并没有一个研究。那时候我想要请，刚好在座也有那个这方面研究。我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在那边旅游的时候，您觉得他那个艺术的质量跟他的扩展性，就是是不是平常的人他们都比较从，就是会喜欢艺术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不是说一些特别的人才去做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这个你去看的都是。所谓当代艺术等于是二战以后的部分嘛，那它的传统部分的艺术是怎么样呢？的一个，想要听各位的分享，这样。我快速回答，等一下焦粉瑞，也是跟美术史有关系，因为那个传统的部分就是刚刚讲的视觉艺术的描绘嘛，描绘或者是雕塑都是最常见的手法。啊，音乐哦，说到音乐。有一个故事，但没有照片，因为没有偷拍，就是刚好在科索沃的 prison， 我在认识那边吃饭，然后认识一个女大学生，就是他们要做，他就说你吃完饭后有没有空？我说什么？他说我要去练舞，练传统的阿尔巴尼亚舞，目的是去阿尔巴尼亚建国不知道几周年。就是科索沃会去，你知道共襄盛举，然后那个舞蹈就是传统的舞蹈，这个是存在，但是很惊讶是存在在大学生以及高中生，那个练舞团是大学生、高中生都可以参加的，然后他也很稀松平常的就说我要去练舞，这样就台湾基本上很难啦，就是我要去练舞，我为什么要去参加一个比赛？这个很难。这是刚好就是在那边才会遇到的一个状况，然后接受度，我觉得可以用那个 Yanis Yangsha 那个展览，就找一下照片。哦，因为这个展览我觉得还蛮叛逆的，而且挑衅意味，我就跟馆员说。因为我觉得，你们的官方还蛮 support， 我觉得很棒。那是不是基本上都会，不管是官方或是民众、观众，都还蛮支持或参与度蛮高的？然后他就说不会啊，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干嘛。他们会有这样子的自嘲跟认知，因为我停留的时间也很短嘛，所以我就。分享这样子的他们口中的话给大家，所以到底参与度高不高，就人数上面来说很低。然后像刚刚的 Sophia 的展览是就是有传统的绘画的那个这个人数也很就是大概两三个人嘛，即便他楼上也有当代艺术的作品，所以我觉得那个参与度是很低的，确实，除非是学校带来的导览团，大概是这样。这个问题很复杂，就是说而且还要看东欧，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划分，就是比较靠近西边的，越靠近西边的，尤其是说受奥匈帝国影响的国家呢，他们工业化时间比较早，所以你如果要讨论现代美术的话呢，事实上呢，就是说这些有受到早期工业化影响的，这些就是说后奥匈帝国国家，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埃西亚，特别是。他们有很强大的布尔乔亚文化，那这布尔乔亚文化留下来的就是对美术跟现代艺术的爱好，所以你看看到那个克罗埃西亚的那个扎格勒的那个
当代艺术馆，他1950年代就成立了，就是在提托，就是说他权力最强的时候，就已经是有，就是说有产业愿意捐出他们的一些收藏啊，然后来成立那个美术馆。那斯洛文尼亚的美术馆更是厉害啊，更是厉害。那么就是说，那当然就是匈牙利是，就是说在他们的那个什么传统艺术机构来说的话，从17、18世纪都已经很完整了啊。那可是到来到越向东边的话呢，这些就是所谓的就是巴尔干 proper 哈、啊，就是巴尔干半岛的那些国家呢，那因为长期的争夺战乱的关系呢，实际上是比较弱。可是你要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他们呢，传统上维系在民间的习俗上面啊，婚礼习俗、宗教的习俗啊的那个文化，实际上是很强，特别是奥特曼文化，对，跟东正教文化啊，都这些文化事实上都是直接渗透到日常生活里面的。对，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在他们的民俗工艺品啊，还有就是说一些美术的一些创作，事实上这些成分都还继续存在，而且还在日常生活里面。哎，那啊，对，当然也有，对，那个都当然都有。那可是就是说那个影响，俄罗斯也是15世纪才兴起的一个新的帝国嘛，啊。那个十五世纪兴起的四大帝国，就是奥特曼、匈牙利这些比较那个啊，但是另外一个是俄罗斯跟大清帝国啊，这个占据欧亚大陆的这维系400-500年的这几个帝国都在一次大战的时候结束啊。那么可是他们的影响呢，在400多年当中事实上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哎，那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包括日常生活里面。如果说从那个角度是这个样看，但是现在讨论的比较是说当代艺术的机制呢，事实上在就是说这个什么，就是巴尔干国家来说的话啊，现当代艺术机构呢算是非常的就是比较弱啊，特别是新成立的科索沃呢算是最弱的一个。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几个不同的那个，那当然像因为马其顿也是新成立国家啊，所以马其顿的就是说现当代艺术馆呢事实上都还处在一个很贫弱的一个状态里面，对，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区分。哎，所谓的艺术这个部分的，或是说还是在民族跟艺术这当中去做马其顿的刚刚举出那个什么 Skopje 2014哈，那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案例了，就是等于说是一个 city branding 加上 nation building 啊，因为新成立的国家呢，它这个国家的民族认同度呢还在争议当中啊，那阿尔巴尼亚人跟这个就是说马其顿人的这个历史症结呢没办法真正解决嘛，那你既然要形成一个多元族群的就是说新的想象共同体的话呢，那这个想象共同体怎么样子被建立起来，尤其在符号的层次，所以那个 Skopje 2014呢就是用社区建构的方式呢去把整个这个说首都的就是中心的地带哈，做了这些一大堆的这种大的那种雕像跟 monument啊，那实际上都是假假的，那些东西呢他们花了几亿钱都去做，但是你仔细进去一瞧的话呢，这个大概维系不到5年的时间，你现在3年的时间呢，那个墙都已经剥落了啊，那么就是说那些建筑呢，在就是说他们如果说没有继续维修的话呢，那个根本就是一个假象而已。哎，那说到批评也是因为这个样子，就是说很短促的一个时间里面啊，要建造出一个看起来像就是说后希腊文明的啊，这个什么，这个事实上是就一个欧洲神话嘛，是欧洲19世纪才发展出来的这个神话，说给城市就要盖成这个样子。哎，那么那他们就是用很就是说讨价还价的方式呢，很快就把市区呢盖成像现在看起来这样，但是我就说那个维系不了5年10年的时间，全部都会垮掉。哎，这个是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文化的一个现况。虽然说盖波讲比较好像有点这个古早，不过一般人还是会喜欢去用一种标题式或是盖锅式的去讲说，那到底巴尔干半岛它自己的文化
是一个熔炉之后产生出来的，还是说它其实是一个 mix 像拼盘一样？你们两位在艺术这个部分，老实说没有一个叫做巴尔干文化这种东西了。事实上是从我们，因为这当然这种名词比较是说，这种名词也比较是说透过历史的比较当中呢，逐渐就慢慢呀在形成当中，而且一直不断的在变化生成当中的一个东西，而且就是说，巴尔干国家之间的那种彼此之间的冲突，还有很长的历史要去走啊，就光是马其顿跟科索沃的疆界。然后科索沃跟这个塞尔维亚的疆界啊，光是国界就有还有问题啊，还有跟蒙特内哥就旁边那个黑山啊，还有个就是这些的光是国界都还有问题啊。那么内部民族的融合啊，就是跟东正教、穆斯林这个天主教啊，这些都还有那个。但是你一到当地的时候，你不会马上感觉到说那个冲突真正啊。有那么严重吗？特别是这个什么，就科索沃的 prison 呢，当然特别吸引人的是说，你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呢，几个民族的这个真宗教跟文化的这种融合呢，特别的和谐，你不会觉得说有一种紧张的感觉啊。那所以就是 prison 当然比较特别，因为在奥图曼时期呢，它算是经济跟文化的中心。它是经济文化中心，现在有钱人事实上都是在 prison， 所以就是说 DocuFest 跟这个公路双年展、会在 prison 出来，也都是因为说这个新一代的就是说后共产主义时期出来的这些文化分子呢，事实上呢就是大概都是很不错的家庭出身的，然后他们对文化的意识比较强。而且当地你不管是说要小额的募款，或者是说一般人你要来请他们来帮忙做这些布展工作啦，他们都很愿意。所以这种文化背景还是存在。那比较靠科索沃靠北边的就是农民跟工人出身最居多，所以比较穷困。比较穷困。科索沃给我印象最深就是除了他们积极国际串联之外，他们很善用吸引年轻人或是号召吧，就他们的志工系统成熟到从志工变成正式员工的比例很高，就大 QFest 来说啦，我在讲的是那个，但是一样就是青年失业率的问题还是很严重。好，那最后看两个影片好了，都是关于 prison。一个是 DocuFest 的 Balkan Docs 的，就巴尔干单元的这个 小宣传片，还有 Autostrada 当时候展览开幕的时候的一个记录影片。这个是2016年的 DocuFest Balkan Docs。对，所以何谓巴尔干真的很难一言蔽之。Sorry， 看一下。抱歉。Mám rád, kde stála, už zámeš žrtve, už uviek mne, už uviek sa rád chodí. I dok je Jož kamion bio pod vodom, on je izašao i rekao mi bole, pozadi vire neke noge. Normal če ni zvicar, da niko prav mundur tu. Mir po... Filimi është i mirë. Duhet me pas shumë kadria për me vënë një Zvicër. Bila je fore da se bavila prostitucijom i da je onda opisivala sebe svoje mušterije i na jedan duhovit i fin način. Tako da pomalo sam bila čak i možda ljubomorna na nju.
那这就是刚刚提到的公路双年展 Autostrada。它是跨，因为没有美术馆嘛，所以就是跨整个城市做作品的摆放作品的一个方法。然后就是跟他碰面，跟他聊整个为什么会策划这档展览。Në partneritet edhe me ECMA ndryshe. Kjo hapësir, afër lumit edhe këto dy ishuj me gjelbrim, jam vlera. Dhe në edicionën e parë të Autostrada Biennale ne kemi zgjedhë të dy hapësira për vend takim, për gjithë vizitorët, qofshin nga Prizreni, nga qyteti Prizreni, qofshin nga qytete tjera dhe vende tjera të botës që po e vizitojnë Biennalen. E parë të artit bashkohor në Kosovë, që është Autostrada Biennale. Si vjetë kemi filluar me kuratorin Man Ray Shu, i cili ka pruar një përvoj totalisht tre, sepse vjen nga Taipei, nga Taiwan. A zë gjëzaj në kë shantin shang dhe balde? Kanë bërë mrekullina në për hapsirat e ndryshme të Prizreni. Në mes të gjitha këtëre hapsirave është Lumi, Lumbardi, dhe kjo hapsir që po e quaj meeting point, vend takim, e cila do të shfrytëzohet për hapsirë takimit, ku njerëz do të informohen me programin Autostrada Biennales, do të pajisen me hartat e Autostrada Biennales, kemi edhe gjithashtu edhe banakun, banakit cili do të funksionoj deri në ditën e fundit të Autostrada Biennales, dhe shopin, ku i kemi produktet e Autostrada Biennales. Ndër produktet është edhe nalja, e brenduar nga Autostrada Biennale, por me rypin e kereve, që është totalisht një koncept Autostrada Biennales. Autostrada Biennale e ardhme e kufive të 19 gusht, 23 shtator, 2017 Prizren。 看完是不是很希望 Marie 来讲一场，对不对？了解一下其中的一个整个状况。好，那今天就对四点半了，大概到这边。然后我们门口的小桌子上面有我从各个机构拿到的一些折页，还有包含刚刚有传那个DocuFest 的手册，节目手册，欢迎大家再留下来聊，或是再追踪一下脸书，还有一些参考资料可以阅读，谢谢大家。